还是可以的吗？我们已经把诅咒化为力量。偶数可能还蛮会比较好打。因为他这里就算出三费八八，我们也可以钱币要输，所以不会完全 没事做。他、这样会爆牌吧？可他就算破法，我们这边还有闪电风暴可以出，或是打火山爆发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他要出一张牌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还要我。沉默喷掉了。这张现在有点问题，因为我们的火山爆发会不会很好运作？这什么鬼啊？我猜还是应该要这样子打啊。那我还是需要一些东西。哇，还蛮幸运的，其实。所以现在这个是一定可以拿回校斗，可是我们更远大的目标应该是拿回一个拿回一个一费校斗，然后现在这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，所以应该想办法往这方面前进。真的好吗？他知道我已经没有大地震级了，因为他用66把它弄掉了。OK， 回旋骑者，这是我想看到的东西。这应该打，然后应该打这个。我一张吸血纹都还没打吗？一张冰川裂片，一张吸血纹，应该先打这个，因为这样下轮好像就可以赢了。这不会死吧？啊，这完全不会死的。然后他一定要解这张，因为等一下我可以吸血纹笑斗，然后最后再把笑斗拿回来，
状态。我咬人的啊，会回收，不太会先回收。拿回来好像也没有用，好像应该把它拿回来啊。这样我至少下轮可以先打酱油之类的，这样他应该要想办法解掉小洞。两张地狱链也不会死。其实就怎么讲，我等一下可以在14哦，就我可以再把校斗叫回来。还是可以的吗？哎，米米粒。我在想下末日会比较好，我可能这一轮下末日会比较好。嗯，我觉得这一轮下末日应该比较好。末日即将来临，因为这样还可以卡他的法术石啊，如果他有的话，然后不然他就要交。炼印记来解，或者是教那个侧翼。3、4、12，然后因为这有法伤，所以变成16，所以是刚刚好。
张活下来嘞。撞进去来防一下放狗。这样就够好了，这样就够好啦，我愿意缴东西啦，应该愿意吧？嗯，我愿意。OK， 我现在其实有点小尴尬，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吸血文没有办法用。来我身边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哦，太棒了！脚击杀命令，谢谢大大。算谢谢吗？好啦，现在这一 play 其实还蛮多的，就我可以抽两张，或是沉默掉这个，可能应该先看这到底是不是法伤啊。我是法伤的话，说实在就没有那么多问题。最保险的 play， 我们应该要打治疗啦，所以应该就伊雷特拉治疗吧。就回满就好了，不要想太多。他多吃，我们多吃到这张击杀命令非常好。然后当然，刚刚可以伊雷特拉大地震击解掉这张。如果这是冰冻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把伊雷特拉拿回来。他真的处理不掉这只。冰冻，感谢你。OK。现在有太多事情有可能会发生。所以说等一下应该是还是伊雷特拉世界树。问题是如果我世界树到格兰博的话，就我想不想要多降格兰博的费用。我应该也是要拿吸血纹吧。这样会不会拿太多牌啊？还真的拿到格兰博，那这样就可以打了吧？对，这样可以打。OK， 满手牌。所以这个地狱元素笑斗之后，笑斗会触发两次降费。对，这会变零费，这会变零费。你可以把我抽牌解掉吗？拜托。闪电哦，但我没有，还没有打任何回手吗？还没打任何回手。这样其实还蛮好，那我们就拿笑斗回来就好了吧。你也属于沼泽啦，催我。八张牌刚好满牌。其实这有不止一个问题，这有非常多问题。
摧我，样本似乎很完美，把你吸引。当然这样会有疲劳啦，可是我们下轮笑斗会有三个吗？所以我们可以笑斗之后再震回来，或是回手，我再震回来，然后再打一个一费笑斗器就赢了。对，停止抽牌哦，没有很必要啦，因为他下轮就死了，然后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避免。我们打了三个吸血纹吗？所以是三乘以三等于九，再乘以二等于十八。他二十滴血，好吧。那我们先看这会不会进脸喽？爆炸也行，然后就笑斗喽。持续多久？你也属于沼泽了。再拿回来吧，然后点掉，再触发两次。所以他如果不处理这张的话，那等一下这个打出去这张又回手，然后我们可以再降很多，再降两次费，所以这可能又可以再把笑斗拿回来说不定。他需要马上做一些回血的动作啊，不过我们这边是18点爆发，所以他需要超过，他要回超过7滴。好啦 GG 了狙击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了，没有秘密可以阻止我了，我赢了。手牌一定会够啊，拿手牌，对啊，手牌一定会够。GG 啊！其实这样还可以，可以再把它甩回来哦。嗯，很有趣。我觉得打牧师比较有机会啊，我有可能只是错觉而已。处想是这里他打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处理啊，所以这应该要赢下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妖术嘛，然后不是他还没有那个奸笑。我应该不在意他拿到这张啊，这也就不翻了，因为他接下来他只有可能打奸笑。拜托，佐拉。格兰博，
OK， 这还行。我们需要三只吸血纹就好，然后在这边 double。我们其实甚至不用降费，因为我们可以低于钱币效动之类的。OK， 终于拿到法槽了，老天爷啊！那是一只青蛙。所以拿到吸血纹，我们就有四只了吗？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。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OK， 妖术吸血纹沙缸，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这种痛苦还要持续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多久？没有世界书了，再烧一张牌。他到底是什么牌组啊？他到底是什么牌组啊？好像有法术师一样，震动者。这种痛苦还要持续，痛苦还是？只有差吗？我感觉他是带那个泰兰塔兰基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。但没有道理我会死吧？看着我，把你膝盖。环节，样本似乎很完美。我咬人的牙，
成体铸球。真正痛苦，我成体铸球。No！ 你真的好吗？这样就够好啦，我愿意缴东西啦。应该愿意吧？嗯，我愿意。